知道你中了头奖，有两张去台湾的机票啊。系啊，好啦好啦，咁你快啲准备先啦。好啦，再讲啦。拜拜。有没有预约？没有。多少人？一个。钥匙全放在哪边？一到五号房在红色盒子，六到十一号房在蓝色。我钥匙了。究竟分針同時針喺一日入邊會見幾多次面呢？原來一日入邊分針同時針係會重疊23次，咁樣我同 Lily 一日就可以見面23次。是誰？我是飛。門沒鎖。昨天晚上有其他的房客说你这里有点吵，想请你今晚近一点。不好意思了。你昨天晚上在搞什么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今天晚上会安静一点的。衣服不要随便乱放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香港过来的。很久没有香港来的客人了，上一个就是他。这个也是之前的房客留下来的吗？十年前的客人。这个五年，那个三年，一星期。那个别碰！莉莉是你的女友，她不喜欢你的吧？住在十二房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你也是香港过来的吗？你识讲广东话噶？不会，时间晚了，祝你明天一切顺利。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啊？你看过多少个住在十二号房的人？你是第23个。住在十二号房里的人都有自己珍爱的东西，然后又失去了。 Lily 是不是死了？你还想去哪里？这里，你最喜欢什么地方？
前有一个客人，他在自杀前带我到一个地方，他说他最喜欢就是跟他的女儿玩躲猫猫，要我陪他玩一次，你要不要去？我没事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啱啱见到我妈咪，我同佢讲。我找到你了，每个人都是一间房，打开了就会有人走进来，没人可以永远住在这间房，但是每个住在这间房的人都总会有一些东西永远留在